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Louisa， 咁我跟咗 Anthony 學咗2.5个月嘅小提琴噶啦，咁我就初初冇任何呢個音樂底子開始學起嘅，咁阿 Sir 咧首先會先教我一個正確站姿啦、夾琴啦、拉小提琴嘅拉弓嘅姿勢啦，到我掌握咗呢個正確姿勢之後咧，阿 Sir 就會開始教我點樣撳啲手指啊、拉 scale 啊，同埋學。已經到目前為止學了幾首 Grade 1的考試歌了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喺課堂之中都會學到一些樂理啦，同阿 Sir 一起合奏啊，同埋會測試下我的音準咁樣嘅。咁如果課堂之間有剩餘的時間話咧，咁阿 Sir 都會問我想學啲咩嘢歌嘅，即係譬如啲流行曲啊、結婚的歌曲啊、Canon E.D. 咁樣啦。咁總括嚟講咧，其實上阿 Sir 個堂咧係認真一嚟又好輕鬆嘅。